掌门奋力地伸展肢体，完成练舞老师所要求的基本动作。为了本周五即将登场的歌剧《魅》，舞团们正灰暗加紧彩排剧中的动作，以求在演出时能够带给观众最好的舞台效果。歌剧魅影中的舞蹈演出都是以古典芭蕾为基础而加以改编，是观众们除了主要角色的演技及歌声外另一个观赏重点。《情报》记者苏玉文采访报道。